Angelababy 近日出席直播活动，只见她身穿一袭亮黄色缎带礼服，平口礼服露出完美锁骨，短礼服设计让她露出一双纤细长腿。而这套礼服后方有着超巨大蝴蝶结，下方丝绸长及拖地，就像是翅膀一样在身后展开，增添了一点可爱氛围。由于 Angelababy 这套礼服的颜色，让人不免联想到迪士尼《美女与野兽》中的贝尔公主，也让粉丝们纷纷大赞 Angelababy 是在讨公主，直播穿高定太厉害了，就是现实中公主的模样啊。